挥手向大家问好，韩国艺人金来源准备金钟颁奖彩排，神情一派轻松，最想吃台湾美食。이번에도제가지금한국에서영화촬영하고있는관계로일정이짧아서하고싶은것들은다하지못할것같아요네그리고맛있는음식은지금먹고온것같습니다念念不忘道地小吃金来源2004年和金泰熙主演爱在哈佛一炮而红今天一袭深蓝色西装十分简约优雅提前为颁奖典礼做好准备我们带您来直击严正兰金钟的红毯准备状况这一次呢严正兰是以53届金钟奖她入围了最佳女主角奖而她这一次是以花甲男孩转大人这部戏来入围，我们来听一下他现在准备的状况。Hello，Hello， 玉涵，嗯，今天的状况你心情怎么样？尽量用平常心，但是就是对花甲的大家都很有信心，希望花甲可以横扫金钟。服装卖个关子，指甲全是花朵设计，以入围电影《花甲》为主题，礼服也会以粉嫩色系为主。另外，网络剧《越南》入围最佳迷你剧集奖，参与演出的男主角之一范少勋心情可不太一样。第一次参加金钟，然后又要走红毯，然后我超怕同手同脚的，对吧？蛮紧张的。一身豹纹墨绿西装，才刚从片场赶回来梳化。为了金钟奖，大家卯足全力，希望能得奖，也能展现最好一面。记者李梦畅、李云涵台北报道。